兄弟们，完了！我让这巨魔给我堵了。黑暗覆灭在我的刃下。 你往哪走？往哪走，小伙子？一级的巨魔虽然是无敌的，但是三级的巨魔还是有点地级。 三级还得看我们这瑞文，混沌只是短暂的试炼而已。真正的敌人先回家。但是，如果是这个这巨魔两个人啊，就比瑞文厉害。他们这巨魔都不偷塔吗？ 不偷塔玩什么巨魔呢？踩住提亚马特走，光速 QA，光速了，但没完全光速。 没办法，攻速不够，是这个样子。换了一个巨魔给我们，换的这巨魔更完蛋，没用。 他上不上来补刀？他上来补一个刀，我们就杀他，差一点点没杀了，让他给逃跑了。看见我80米的大长刀了吗？ 解说已经崩了，不管了，啥时候开始我们啥时候算吧，等着等一会儿吧。我踩住，这俩人挺吓人的，这，哎呀，要杀我，跳弹，回家咳血战斧。 这个兄弟可有点惨了，你应该是走不掉了吧？那三个大柱子给你一顶，你不就完事儿了吗？快打呗！ 哎呀！叫人是不？还敢叫人？
有点瞧不起人了啊！这咋又来一个呢？能玩不你俩？我可解战斧踩住一，快跑！这是耗点盐了，不让跑啊，兄弟！大柱子一定敲啊！你是弟弟呀，这也不行啊，你这样。来的人太多了，有点多。我点盐呢，我不乐意上，你管我？我就不上。怎么样？想夺我的 R， 不给机会。哎，不用点信号，那来的都是些什么歪瓜裂枣？你已获得救赎，乘胜追击。我耗他，我都无声。直接给拆了，和解弹幕。心智破碎者不堪一击。这是可能是以为能打得过我们，我一瞅啊，还有这是个什么东西？顶自己是吧？这个巨魔想不开，这是个辅助巨魔，这是。啊，开始了吗？没开始啊，开始放广告了，绷不住了。开始个屁！开始放广告了。刀剑无眼，也无。寻思让解说歇一会儿。对，一般解说歇一会儿，或者要上个厕所啥的，你知道吗？就得放个切广告了。我感觉我可以宣布了，真的。这家伙太吓人了，这。不行啊，这棒子给我一顿抡呢，这。我已经觉醒了。我得杀一个才能行。不杀一个，这巨魔太多了，咋这么多呢？这，哎呦我的妈呀！谁高的 like 了？兄弟们，团中！闲聊时间已经结束。反甲呀，不出反甲，要出就出死刑，不出反甲，出反甲啊！你不给他加护甲去吗？兄弟们，不团中不行，这巨魔。五个巨魔搁一块儿有点厉害。我想卸除你心中的黑暗。来。我先给他们震一手，
这也不好使啊，这两个。看我光速 Q 尾，吹吧 Q。哇！蛙爪扣，黑暗逃跑了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全是巨魔，全是巨魔，快跑！给个舞台，哼，这还不给个舞台吗？啊！我上波舞台没要着，我这波舞台还不给他来一个吗？看好了，兄弟们，什么叫一 v 五？混沌追寻的不是朋友，他追寻的是灭绝。我先去把那蓝打了。这样我捡吸地能更多一点，我先把蓝 buff 打了。你们看一波，没听说过巨魔能跟瑞文逃跑的呢。我还没听说过巨魔能跟瑞文逃跑的呢。杀你俩，我先不用大招。吓人了！哇，我没回上来血，这波再等一下咳血好了。关键是这小子坏我事儿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小子坏我事儿了，这有个瑞文跑过来了，让我的思路乱了。这不应该。咳血已经好了，刚差一秒。这小子不上你倒霉了，这小子如果不来的话他们是追不上我的，明白没？你可能不能理解。我再来一波，真的，我再来一波。先跑，别着急，我们被吸了。先杀一个，咳血再补回血。哎呦我操，全是点炎！咋那么多点炎呢？对不对？三个点炎全给我上上了。没法打，真简直没法打，给我一顿吸呀，一顿吸加上点炎。没法打，没法打，简直没法打。你俩能打过大龙吗？哎，来了人，来人了。来人了，来人了，来人了！对，给龙给对面打了。
开大打不行，就剩2000滴血了。这龙你不打，那不给对面了吗？你不要给我呀。他俩好像也打不了，没事，他俩也打不了。你去给他俩也打不了。我马上来啊，坚持住兄弟。我先杀一个，你们要是就两个人的话，我这舞台还是随随便便敢敢 单呢。我感觉我打三个没问题，你们觉得呢？没有什么是永恒的。打不过。义不容辞之事，当无怨无悔。你咋那么狂呢？你挺猖狂啊！快跑！这家伙，哎呦，不行，这五个人没法打，根本就打不动。一顿敲啊，直接把我吸干，两个点燃直接给我一吸，开始砰砰砰一顿咬。哎呦天，哎呦我的天哪，看来我们瑞文得集合一波。爸爸来了，这 W 技能能结痂挺烦的。哎，还装备？装备那就是有问题了，它很脆呀、兄弟们，我们好像上当了。他们老靠着这基地跟我们打，确实挺烦人的。没了，被超级兵拆掉。谢谢用户2610的超大玩星。这啥意思啊？